从月初，原本是从月初要还我，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号了。你现在告诉我，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，你什么时候要把房子还给我？你心情很好啊，你还可以放歌。你放歌刚刚心情真的很好。我现在就要知道，我已经跟你演太多次，从月初原本是从月初要还我，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号了。你现在告诉我，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，你什么时候要把房子还给我？我要一个确定的时间。七个工作天可不可以啦？七个工作天可不可以？不要觉得把想办法去把它解决掉。跟你讲，嗯，好不好？该找工人来，就找工人来弄。我已经跟你演太多次，从月初原本是从月初要还我，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号了。你现在告诉我，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，你什么时候要把房子还给我？我要一个确定的时间。七个工作天可不可以啊？七个工作天可不可以？